呀。你装傻？你以为这样就没有被发现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怎么会出现一只？怎么不太一样的？不是都是这个？树上全部都是陶艺的作品，但是居然出现了这一只。哦，先生你好哟，还是你是小姐？看这个地方，这棵榕树全部都是小朋友的作品，超可爱的啦。这里还藏着一个小人，有好多不一样的作品。非常的可爱，所以呢，就是这样看着看着看着，就突然发现，怎么会有一只形状不一样的东西呢？原来就是你呀 ，Hello， 你今天是在这边休息了吗？我打扰到你了，对不对？嗨，打声招呼吧 ，Hello。